要，走开！不要你帮忙，不要你帮忙，不要帮忙！不要不要不要，谢谢，不用，走开！水，野葱，很香的野葱哦。你来洗吧，你来洗吧，外面摘的。我都找了，你们在哪找呢？外面。今天去摘一点。今天我们在牛棚吃顿饭啊，做点好吃的，犒劳一下这三位妇女，三位女士，这两天放牛辛苦了啊。交给你了。你还说了，今天差点掉水里去。大家好。加油，皮皮！加油，皮皮！我们家大厨一个做好吃的，猪头，辣猪头，四分之一的辣猪头。啊，今天我们自己腌的。鸭，我的个妈呀！一只鸭十八颗蛋，没办法，咱家小孩多。野头，哇，好香！哇塞，太香了！尝一块，尝一块。还不又不咸啊？这个猪鼻子啊。眼珠子，眼珠子，给石头吃。咦，我不要。啊，你吃吧，直接嚼，放嘴里嚼。我怕它。黄爷爷啥都吃。哇，好东西，吃我眼睛发绿发光。好吃哈。这里只能用牙齿咬下来，现在。吃不下，好香。咦，老大，哎呀，老大，哦，这喂猪吗？这个铲子太小。哇，美味哦。上菜，这个是东北龙炖吗？野葱炒牛肉，倍儿香啊！好香！你这野葱比自己炖的还要香。小孩先吃，吃完我们大人再吃。牛棚条件有限啊，这个，哎，这样怎么倒嘞？等一下上放，等一下。爸爸。